哇，好帅啊！他那么吵，我们慢慢来哈，不急哈。嗯，千万不要急，慢慢来比较快。波轮镇压，南洋小屋，偷牌，不稳定传送门，波轮镇压，安静，爽。哦，我想要屌羊。欸，为什么我旁边会有那个啊？会有攻击我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敌方怎么感觉好强？哎，因为怎么那么怪啦？欸，他血太多了吧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为什么都没有牌欸？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搞我整笑哎呦，哎，哎，那太强了吧，7000多滴血呢。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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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无敌了我！我进化了，现在才是我真正的力量。他就给我乱轰了他。看你画面都怎么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他怎么被我打在地上？被我弄在地上哎！哇，鬼东西！被我压在地上打，这是怎样？为什么我可以那样子打他？这炮塔也太多了吧！
升了，哎，战斗荣耀变更大颗。什么情况？在干嘛？坏掉了，怎么那个，怎么那个，后来坏掉了。什么？哎，我没有把蛋打破呢，哎，打不开呢。蛋蛋没打破啦，那个十三号星球你们有没有玩？要玩的打个加一啊，看看有几个人。对啊，十三号星球，看有没有人玩。如果有蛮多人，考虑开。输了呢，我只有击败第二阶段的鸭蛋。一两天才在上市呢，初级地牢没人想到什么，这个战士好了，哇，这是用战士。买多十大星球啊，卢卡包、动物理想箱、卡牌五道、动物理想箱。是什么啊？十字弓，举起武器，在回合结束时赋予对付两把剑。暗影攻击，
快影攻击。这是什么？废墟再生，是什么？爱出风头的羊驼。这有屁用啊！大象。太粗啊！羊驼，羊驼，这要选哪一个？获得20魔力，传说之剑，我可以召唤生物带剑呢。这样好了，现在走个生物流好了，召唤一堆宝贝。是什么？哥，来，可以御剑吗？首领龟，没事，我有我的计策。啊！助攻，召唤。哦，超猛！可以。赋予他们剑呢？什么刺客？哎，大剑好硬哦！这媳妇很强哎，大象来了，好痛，这样就把他轰死哎。他被我砍死了，金币王哎。高灵之羊哦，太强了吧！高灵之羊家具的话都超强哎，我先选高灵之羊，超猛！再打，啊！一起武器，
哎，很痛哎！奥林之羊来了。现在要造出来东西了，不经过。你看，我每翻一张牌就会造一只怪，然后刚好搭破我的金币流。我要看一下我的牌是怎样。对呀，找到效果再有马卡牌，找到钱每翻开两张牌这样。哦，稳了稳了，我要继续借钱。那张是我的 main 卡，利用这个什么？损失持有金币，损失30金币。嗯，这东西很好呢。好，都不必想，不想要这些呢。先本音了，好了，先本音。商店，来就借钱。借钱流超猛，超级猛。超历代牌组没错，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，我这套牌超强，直接虐人，超像，只要给我抽到关键牌我就赢了。一波流的，不行啊，快被丢了。高林之羊还没拿到我那张牌啊，我怎么已经快死了。根本音，根本音好帅哦。千老怪有吗？传说之剑横扫千军，传说之剑啊！等一下，我要升级那个我的这个。哦，完蛋了，这个升级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我王后被我秒哎。欸，为什么每个角色的王还不一样？这个第三卷是什么？蠕虫首领吗？蠕虫你好，哦，每个角色的王不一样，欸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那么怪，欸，很痛很痛，你在干嘛？啊？
奋力的，哎，很痛很痛，为什么都没有来啦？我的 main 卡嘞，这个马哥嘞，马哥来了，这张。千本樱在干嘛？为什么千本樱那么强？啊，我的那个马哥都没有出来呢，我的媳妇都没抽到呢。这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召唤一只狗，当你打出幻影牌、公务牌时，好可爱哦！千本樱又来了，什么？龙。130/30，这个好了，狗比较好。传说剑会让你的怪带刀，千本樱有一把刀要攻击一次，对啊，都不是的那个兵。臭狗，我爱你。啊？什么圣物？焦土炸弹。欧牌一。就好了，头领，东西超少的这次。大满都没有抽那张熄火过了。听说这剑，啊？他会让我着火，是什么？根本音，根本音好强哦！哎，我的这个剑阵好猛哦！不行啊，我都没有抽到关键牌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无敌的我，无敌的我。百兽之王，强哎！哦，比卡布也不错啊，要玩那个吗？我看我有没有。199，你问你们兔兔在不在？问他要不要玩，还有谁要玩？这款我没有买。记得我好像有，看一下，躲猫猫的这款、这个、好像不错，让我们家来玩这个也行呢。13个星期5人不够可以玩这个，这款好像最多是可以几个人，躲猫猫系列的。好了，我已经有这款，我已经安装好了，都忘了。创建四武器，最多16人，然后不然等一下来玩这个，把这我的。
药王你们可以下载，对，他就看，可以玩玩看，两小时好玩就继续，两小时不好玩就嗯哼，你懂的。好，这个剑士我觉得很强哎，法王，皮卡布要不要玩？进到跑跑洞，应该可以。四只的。百兽之王哎，狮子，不能招哎，哇，不能招百兽之王，因为我还没有召唤过出动物过。哦，我们这套牌是用。借钱流，把那个牌都丢到墓地，然后用一张绿牌的牌，它可以搜寻牌堆中指定的牌，然后在搜寻到之前翻到越多张牌，就可以招出越多小怪。是这套玩法，现在墓地已经累积30几张牌了，我只要抽到了关键牌就赢了，我已经快赢了，就差一点要赢了，要赢了，我要赢了。给我招那个呢？他们给我招小宝贝呢？我要死了啦！干嘛？怎么给我东西啊？哎，你在干嘛？我没有怪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我牌已经绿光了？墓碑里面。来了，无敌了，我无敌了。啊，他怎么没有东西？啊啊，他怎么没有招怪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哇，那个借钱洗掉就没有用了呢。阿莫邪的子嗣还蛮强的。因为我墓地会有很多牌，命运三女神是什么？升级啊！升级哪一张？根本音好了啦，根本音加超猛。不管我就去借，这是借款，我就是一直要狂借钱。这是什么、啊、反击？觉醒啊，汤姆鞋，买汤姆鞋好了。阿赖群，你是不是今天才换的？我稍后再邀你啊。
好香哦，每召唤十指有什么用？胡萝卜、鲷鱼的硬币啊！破坏冲动，还有苹果呢。拜托一下，赶快抽到那个好不好？我没有抽过嘞。你敢让我抽中我的那个马？为什么他每抽抽不中？哦。不过我的狗咬死了呢，来了。那个臭狗超强哎，那个臭狗也是跟我的墓地搭配的，因为我会丢一堆卡到墓地，因为我有一堆借钱的废卡，所以，不满限制的。损失100生命值，获得2个生物，可以啊。然后传说之剑，再去借，再借。买骰子，战斗开始到，都买都买，老子有钱。全买，这是我的借钱流啊！世界拯救者，我有固定起手牌吗？怎么弄？好玩欸，老公很不错。世界拯救者，两个人呢，一男一女，一个剑士，一个巫师呢。包剑，包剑，然后培养小屋，刀嘛，然后丢我东西呢，觉醒，高云之阳。货币骰子啊！我无敌了，也找出来所有东西。他那个就是说，那个你的卡牌堆里面啊，他要从里面找到一张马的卡片。但是因为我卡牌堆，人家游戏王不是最多放四，就是正常人组牌放个四五十张差不多了吗？我给人家塞到80、100张，然后里面全部都一堆废卡，然后我就他就要很难找到我要的牌。那这张卡牌的效果就是绿牌的时候就是。你每多翻一张牌，就会多招一只怪，就会变钢链。因为我一堆废牌，这游戏不错哎，画面优，节奏快，然后角色模式多，这个可以。最后通牒，火力全开啊！
飘零之羊。这是什么街市抽牌都会知道相同的卡片哦，这张我就没什么用，因为他们很快就出现相同的卡片了，这张就没什么用，高龄之羊反而没用，因为很快又找到两张同样的卡片，因为我有很多废牌一样的，将牌组中所有卡牌复制一次，完蛋了，这个194张，这个卡越多血量越多，变1000多滴啊，这游戏怎么被我玩到很慌，被我玩坏了，说这件两把，啊，我的勇者的血量比那个王还多，然后我现在一直丢牌，没牌出啊，对面很多怪呢。太妙哦，有危机了，敢不敢给点尊重？敢不敢给点尊重？好多怪对面，哎，快点给我快，我需要快。OK， 我把那个打掉，所以他召唤的怪物也死掉了，完美，我的狗群来了。那狗群也很强啊，那也是我另一张 main 卡，那它是烧呢，哇，错了。翻不出来了，根本一直把他砍死。哎，那我用什么东西？我只要冲浪，我只要冲浪就赢了，就直接赢了。爱出风头的羊，废墟再生啊！废墟再生是不是也很强啊？那我如果保球牌啊，这样会不会造成伤害啊？升级废墟再生的话呢？那这个我啊？这是我理解的意思吗？废墟阵在哪？废墟阵怎么不见了？升级过了，那我升级这个开幕之剑好了。买。继续买，然后骰子看这个要买，勇气勋章哦，645不够钱呢，点钱吧，
是什么？国王之翼是什么？感觉还蛮强的。动物牌召唤的三只或更多动物额外召唤一只。哦，火人。我的废墟再生是我排队没有一张牌我就打十点，所以我丢下去就直接打两千多下就死了。就是这张是你排队没有一张牌，把它全部丢到丢弃到墓地，然后我的牌有218张嘛，所以他就直接打就死了。三铜钉啊，可以选吗？第二吧，可以的，随便随便。这不嫌牌多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走右边的。啊，这样我就一直赢啊。这就坏掉了。您选择开幕时带两张牌，啊？觉醒。作弊骰。最后通牒，火力全开是什么？啊，绿骰子吧。千本樱很少千军，暗物质，千本樱吧。